穿上去，我不瞒你们说，它真的是有让我觉得变瘦的感觉。S N L 三段尺码，然后呢有三个颜色，一个是我觉得夏日会最好搭配的这种米杏色，再来是介于两者中间，然后我就刚刚讲到比较大地色，然后今年也蛮流行的一个中性休闲色，再来是最显瘦而且最百搭的黑，它的布料是完全有弹性。它没有做后松紧，它整件布料都是全弹性，很舒服，就跟我以前穿到那种魔术裤的感觉，就是每次来这边介绍那种魔术裤的弹力度很像，很弹很弹。我很喜欢它高腰，我的肚脐在这，它在我肚脐上方，你穿上去，你的臀跟腰真的是有一个很漂亮的比例。背后给大家看，它背后也完全不会卡裆或是显胖。它就是一个很漂亮的梯形宽裤，它是做那种梯形的裤口，所以你大腿根部跟我一样偏肉，然后对腿比较没有自信的女生，这一款它真的是在裤口的地方让你的大腿有点微交啊它的感觉。然后它有一个很可爱的口袋，跟一般做的那种口袋不一样，是做一点小造型的感觉。然后它有做皮带的腰耳，上腰带你配一些雪纺衬衫，或是配一些你知道比较女人味一点的单品，它就可以变得比较 lady。 就是三色都很瘦，最瘦就是买黑色。我这边是它有点像小 A 字，然后这边它不是这么短哦，有个短裤这么短，我害羞，这个刚刚好。杏色，它是米杏色，它不是白哦，所以不用担心会透。杏色，一样很瘦吧？瘦。啊，因为它是做斜纹布，所以它可以很休闲，它也可以上班穿，它也可以你日常想要外出，甚至你要去踏青，它的弹性跟材质都是我随时随地可以穿的裤子。